来看最新消息，我国采购的首批 AZ 疫苗今天已经配送到全台57家的责任医院，而各界一直在关心到底何时可以开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刚刚召开了临时记者会，宣布 AZ 疫苗将在下周一3月22号开始施打。好，专家会议哈，那得到了共识哈，就是 AZ 的哈 COVID-19 的疫苗与预防 COVID-19 哈疫苗感染及感染后重症的临床效益大于接种后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所以建议一原定原来的实施的对象逐序的推动。那我们宣布做疫苗于3月22日开打。指挥中心傍晚召开专家会议，讨论疫苗的接种族群、施打期程以及是否增加警语等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宣布施打的对象不变，依照原定的族群优先施打，也将在下周一22号开始进行疫苗接种的作业。